开始。髋关节，一种情况呢，患肢呢会假性变长；还有一种情况下呢，患肢呢相对说假性就变短。这背动力的话是这样：一手握着踝关节，一手握着髋关节，做摇法六到七次，屈膝、屈胯，不是做内旋，是做外旋摇法。六到七次，换手，这手握着踝关节，这手握关节，做外展外旋，做把身。换肢，假性变短的腿就会变长。